看一看一看神秘的脸，陌生的世界，请你千难万险。你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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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奇呼唤，陌生的朋友让我好喜欢。有种生活叫体谅，有种性格叫勇敢，自然面对天和地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看，笑比哭好看。有种生活叫体谅，有种性格叫勇敢，自然面对天和地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，笑比哭好看，笑比哭好看，笑比哭好看。等等我，快点，你掉队可就嗷我了。绿光好像在前面。啊，救命啊，怎么了？这是牛的尸骨，真可怜，怎么死在这儿？那你舔什么口水呀？不会又想吃吧？贪吃鬼竟然想象力丰富，就应该去搞发明啊！他见了我就罢了，你凶什么呀？这洞好深好大呀，老爸还要往里走吗？得搞清楚什么在发光，里面可能有怪物会吃掉咱们的。有老爸在，怕什么？说不定里面有宝物，那咱们就发财了！哈哈哈哈！什么东西？啊！他过来了，跑啊！快跑！啊！等等我！啊！你想干什么？啊！快跑！快呀！马上就要到洞口了。我喘不过气儿来了，快放我下来！累死我了。老爸，到底看到什么了？吓成这样！我只看见绿光怪物扑过来，吓得我一人火把，抱起你就跑，肯定是个大怪兽。牛牛掉队了。牛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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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出来！你还在里面吗？老爸，牛牛不会被怪兽吃掉了吧？别哭，牛牛一定没事。你们听，什么声音？啊！嘿嘿嘿嘿嘿嘿！牛牛，你出来了！哈哈，头很好，手脚还在，很全乎。瞎紧张，我怎么可能有事？那就是一只小野猫。野猫？怎么会是只野猫？老爸不是说非常凶猛的怪兽吗？我明白了，刚才看到的绿光是野猫的眼睛，猫的眼睛里有一种像镜子一样的特殊覆盖层，在黑暗中能看清东西，这种闪光物质能反射出火把的光亮，所以猫的眼睛闪闪发光。那些动物尸骨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是以前的呗，一定有很多迷路的动物到过里面。虚惊一场。牛牛，你怎么确定它是一只野猫的？一着急我就把烤鱼扔出去了，原来是只野猫，白费了一条鱼，还给我，快把鱼吐出来。怎么就剩刺了？可恶的家伙，真能吃。鱼本来是留给大家吃的。真好吃，哈哈。太可恶了，别人说话的时候要认真聆听啊。我困了，还是再睡会儿吧。我睡了。虚惊一场，再睡会儿。都是你，不许再跑出来，就会吓唬我们。
天亮了。朵朵、铁蛋、牛牛，起来啦，快去找点东西当早餐。老爸，怎么找呀？你看这边植物这么少。那就到植物茂盛的地方去找呀，因为这边位于山的北边，也叫山的阴坡，常年见不到阳光，许多植物在恶劣的环境中都已经死亡，只剩下少数比较顽强的生命还一直存活着。而且这些树的形状看起来好奇怪。阴坡的树经受北风吹、霜雪冻，生长缓慢，但是这些树木扎根很深，生命力很顽强。好，大家知道该怎么找了吧？分头行动。是，遵命。这是什么？啊，山药藤。沿着它一定能找到山药。哇哈，哇哈，好大的山药！孩子们，这回有口福了。哇，好多蚂蚁呀、啊！咦，嗨，嘿嘿，压住了。他们一定在搬吃的，咱们跟着看看是什么。哇哦，烤螳螂很好吃耶！妞妞，你怎么看见什么都想吃呀、啊？知道什么呀？螳螂是高蛋白昆虫。我知道，妞妞，快看！这些蘑菇真好看。铁蛋，这么好看的蘑菇一定特别好吃，我们采回去吧。这么多，蓝的、绿的，什么颜色都有。哇，我找这么多吃的，你还要采？拿回去给朵朵看看。朵朵。嘟，七八九十，全部采下来，想不到还蛮多的，嘻嘻嘻嘻嘻。我是蘑菇王。哇！终于被我吓到了吧？牛牛，你头上的蘑菇好好看啊，摘下来给我吧，给我吧。快看，那边冒烟了，一定是老爸生的火，咱们快走吧。孩子们，快来看老爸找到什么了。老爸，你找的是什么？怎么长得像木材？能好吃吗？这是山药，有很高的食用和药用价值。看我们采的蘑菇特好看，一定可好吃了。真饿呀！啊，牛牛，不要吃啊！这是毒蘑菇。为什么呢？区分蘑菇是否有毒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颜色，颜色越鲜艳，毒性越大。哇，好险呐！大家吃草莓吧，草莓颜色正常，应该没事。所以在野外，颜色鲜艳、不认识的植物千万不要吃。他们一般都含有剧毒，记住了，开饭喽！好吃，风好大呀！要下大雨啦，快进山洞躲一躲。什么声音？这么大的鱼，小家伙怎么还拼命往外跑啊？铁蛋，你真的很笨哦，出去找东西吃了。除了吃，你还能想到什么呀？这不正常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不好，是泥石流。可怕的泥石流来了，泥石流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？牛牛他们还会经历哪些险境呢？敬请关注下一集《挖陷阱》。